小滴滴开大大，正话响耶加达翻嚟，今日执收就行李啦，带起嘅钱竟然用唔晒啊！咁啊就带咗$10,000去，结果咧就剩唔到啊！咁多嘅美金喎，咁你一定係話會唔會係假銀紙嚟噶，或者係 Monopoly 嗰啲錢嚟噶？咁就你自己慢慢去睇下真係假啦，嚇！你最中意問問題噶嘛？啊，第日係睇下帶咗$10,000，剩翻幾多美金翻嚟先得？我都冇計數噶，啊呢啲。有機會又用啊幾張啊，用幾張咁咯，用咗幾多張我都唔知啊！啊，依家睇下先啊，嗱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咁又有答案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咁啊，又一鬧啦喎，啊，講喺度啦，啊，費事你又話整得咁亂水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咁啊4000啦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咁啊5000咯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咁啊6000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咁啊7000咯喎，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啊，7800啊，只用咗$2200，1000咧就等於4100多馬幣，咁樣用咗8000多，啊，其他嘅咧就係用 credit card 支數嘅，咁啊，淨係使費都用喺8000多蚊啊，咁啊一日平均一日7日喺度。平均一日用1000多蚊啦，好低消費啫嚇。咁啊，你恨得咁多噶啦，從來未見你計銀紙嗱，馬幣我又計過嚇，啊港紙又計過，新銀紙港紙又計過，啊依家又計美金啦。但係到依家從來都未見你計嘅。哦，本來冇諗住計嘅，忽然諗到，喂，你條友從來唔計銀紙嘅喎，又羞辱下你啦。可惜我呢度又冇咁慢啦嚇，就使咗2000多，剩翻7800，唉，其他馬幣嗰啲就費事計啦嚇，啊，同埋再搭再響少少印尼錢都費事計啦，淨係美金使2200，你恨唔得咁多噶啦，死窮鬼你，死窮鬼。